你有听过 podcast 吗？你有没有听过 podcast？ 当然有，现在是最夯的名词。那安永什么时候要有 podcast？ 我们就快了，我们安永的 podcast 快要开台了。我们当然最主要是针对我们很多的一些专业知识。OK，那我们来跟我们的客户、好朋友们做一个分享。所以对客户来讲，也是增加他们的功力，就是有安永的帅哥美女，虽然是。看不到本人，可以听得到他们的声音。Elon Musk、台积电、Clubhouse，OK，、okay， 还有所长，你知道很多相关的这些 technology 的名词吗？我们是每一周四下午会更新我们的集数，那所以请各位在下礼拜四开始就可以来聆听我们安永的 podcast。定是准时在我的电脑旁边等着。